走一辈子。若是爱上你，不管南北东西。什么都不懂，听个一路
谢圣斗士的鲜花，鲜发发。你爸那大墨镜子啥牌子？不知道。啥牌子我就不知道了，我母鸡了，我母鸡呀！大家晚上好，大家记得点一下左上角关注，然后加一下梦工厂哦。好久没直播了，还是要记得做灯牌任务哦。Hello。Hello， 你好，小姐姐。Hello， 你好，小姐姐。你好好看呀。你好好看呢。咱们连过好几次了，你是不是对我没有印象？真假的？没有。你自己看，咱们俩是互关好友。是，咱俩是互关好友，但是连过好几次可能没有吧。那怎么我记得你，你不记得我呢？我记得你，你叫鲸鱼。晚了，晚了，不晚不晚。那个、谢谢小叶、那个，咱们玩点啥呢？你说，你说玩啥？雷搞嘛，雷搞。你广东人呀、啊？我不是，我装的，我就会说这两句。啊。我讲。我说的这么标准吗？我讲吧，你有啥才艺吗？我可太有才艺了。哎呦我，东北人啊。她也是长得像南方小女孩，然后她一说话就东北，东北味儿可重了、啊。你会，你有啥？主要是比较喜欢。我有啥才艺啊？我想想。嗯。数一下。唱歌的，你唱歌主播呀？那行，那咱俩这把是吧？那咱俩这把谁输了谁唱歌？就我是属于那种唱一个大哥走一个大哥的那种。那不至于，这也算是才艺吧？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一般人，我觉得他也没有我这个水平。来吧，你说完我还挺期待的。那你呢？您是有什么才艺啊？我也会唱歌，那不巧了吗？啊，行，来吧。好，那我们就猜一局吧。好，可以，走你。就这把吗？行，就这把吧。好，嗯，谢谢大家的小心心。差15个成员，加油加油！我们放弃吧，不要这个加成了。加油加油！你有音乐吗，小姐姐？我放吗？好。1800机械表，贵的不见准。我不太懂这个表哎，因为毕竟我也就只有那么一两块。你说你会擦玻璃？人家唱歌是把对面的大哥唱过来，你唱歌可以把对面大哥唱走，我们就赢了。噔噔，济南，山东，你是山东人呀、啊？潇洒。南，山东，你是山东人呀、啊？潇洒。
给自己挖了个坑，我以为我能赢呢，我回去哥被包了是吧？唱啥呀？你想听我唱啥呀？嗯，你唱啥我都爱听，唱个你拿手的。拿手的，那我唱一个那么骄傲。神秘人。好。有，你应该有单声开吧？有单声开。他，我感觉你好像混响也没咋开。刚才稍微开了一个，搞了个音调，削削微微，削削微微搞了一小下。不错不错不错。谢谢。行吧，希望下次有机会让你可以听一下我唱歌。好嘞好嘞好嘞，金鱼小姐姐。嗯，好，那我走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嗯，这小姐长得好看呀、啊，我感觉跟我一个路子。她比我，她长得比我还那个啥，还温柔。再来一局就好了。啊，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！我要再跟她玩一把。嗨，我来了，这么快？这么快？嗯，现在好了。行，我贼想听你唱歌。那咋整呢？那就来一把呗。行吧，嗯，行，没办法，就是他好像是有点盛情难却，挺有意思。来，好，来吧，我们来吧。好，这么快又见面了？嗯，看梦呗。咱们多多少少有点没准备好，速战速决。你什么星座呀？我天平呀、啊，你呢？天平，嗯，非常的有品味。你啥星座呀？我跟你一样有品味。你也天平啊？那当然是不是了，我是一个狮子座。狮子座，狮子座。不打了，直接开始表演。不行，我们要遵守礼仪。不行，这就是女人的好胜心嘛。是的。我真想听他唱歌，贼想听。你想听，可能我们家人不想听。他们其实也挺想听，他们就不好意思说，你知道的吧？我也希望是这样，说实话。